咁我知道咧，領隊金判坤啦，咁批評過你哋嘅體能上咧，其實係得南韓中學生嘅水平嘅啫，只係及得。咁你相信呢一點，你哋已經係有改進啦。咁其實其他方面有咩得着咧？你自己？其他方面，我諗係佢帶嚟嗰啲韓國嗰啲民族主義咯，即係佢係好愛國嗰啲體力，即係佢無論係講咩啊，有時開會啊，甚至比較前嗰啲片段睇，即係最後個 shot 都係會寫住 South China 咁，即係會好，即係我哋會好 power，即係去呢個南韓嗰度，即係佢話，即係好似南韓人咁，好中意南韓，咁我哋喺南韓嗰度都要好中意南韓咁，即係。會即係代表南華出賽嗰陣時就會好即係好想贏咁咯。